一个角色就是一段人生，正是一个一个角色帮助我走出了今天的舒适圈，帮助我成为了今天的李易峰。时光穿梭再回来，世界是否变了样，陌生间碰在碰撞，你我追逐那束光。这些角色就像是一次一次难度攀升的闯关，每次历练都让我收获了很多的成长，并且对脚下的这条路越发坚定。有生之年，如果有缘，我与电影永不分离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李易峰。继续的多给我一些爱。哦，不给你胸前。我们相信你儿子，你是最棒的，加油。谢谢，非常的谢谢。我爱的人们，希望你们不要不开心，不开心我就哄你们。尖叫吗？不够大声吗？我数一二三啊，你们憋住气。一、二、三。又见面了。你们好吗？我回家了，回家的感觉真的是太棒了。凯东，你们在这儿太高兴了。